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日本道明，我还晴光，晚安。晴光今天这么早就到了，等你家里要停电，所以早点离开。OK，没问题啊。OK，我们接着昨天的进度继续来战争机器。OK，走。战役，二之一浪子回头，哦，没错。哎，国建，晚安的。好，这个。明天就是 PlayStation VR 发售的日子，明天的话呢，可会去取货。所以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明天应该就会直播 PlayStation VR 的第一手实况给各位。虽然我知道巴哈姆特已经有实况，非常卑鄙，妈的，就是比较大的媒体就可以拿到新的，比较快拿到主机，觉得他本来就可以实况，但是我没有去看，反正我也会入手，干嘛看，哈哈。你是在这里长大的？期待不雅，什么时候剪头发？我今天本来要去剪头发，就那个设计师居然跑去开会，我的不懂，我已经有点受不了我的头发了，有够长的。好，没就在不雅还没发售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玩这个《战地记》的哈，这个还是蛮备受瞩目的一款游戏，我自己认为的哈。实际上到底是备受瞩目，我真不知道。许多愉快的回忆，什么愉快的回忆？什么愉快的回忆？夏日物语就是应该是那叫什么啊？那 summer lesson 夏日课程是不是？好，先来查一下。兽人出现了啊！不是马克思啊 ！JD， 欢迎回家，老爸。马克思，你怎么知道我们来了？那是新的。阿和是买夏日课程同捆，不是啊？夏日课程它只有下载版而已。我已经帮完你了。日本版好像它是分批，慢慢出章节哈。第一章是出那个宫本，宫本小姐，我们叫宫本什么？不是宫本茂哈。你也知道那不可能啊。所以它后面会跟着会发一些低游戏的东西，我觉得是蛮卑鄙的。它不发实体，拿给他看。目前知道是下载版，日本的。台湾的话好像是2017年会发售这个。那叫什么？你先看看这个东西。中文版，但是我不知道它语音会变中文。结果呢？我早说过别变成外来者，因为卡克会追杀你。结果呢？马克思，先看这个。什么意思？这不是兽人吗？最新型的 USB 硬碟，你给我这个干什么？该死！各位，我以为你不是在逃离卡格。没错，可是那并不完全正确。你真该死，这弟！就该死，这弟！GG啦，老爸也要去拿火枪啊！又是你。少尉，我们该来结束先前的对话了。吉恩，听着，你根本不知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嘿，那科帕斯，嘿，晚安。阿可要买威亚，阿可已经订了威亚了，明天要取货。詹姆士多姆菲利斯率领。说到这个，但是大家各位，我有一点先大家请原谅我一下，我现在肚子超痛的，我要去上个厕所，好不好？请等我一下，给我五分钟的时间。巴豆听啊，拍谁？哦，巴豆就听啊。听起来没错。妈，直播间我在考虑要不要去上厕所。我靠，又被拒掉了，真的很不讨喜。我的天哪！好了，我去厕所，我会受不了了。等我一下。所有单位自由射击。去取物，快！
真高兴你的人缘还是很好。快去后门就对了。该死，看来我们得先处理这玩意儿。高处有狙击兵。好的，回来了。舒服多老跟大家讲一下，我去日本之后啊，在日本玩的时候吃的都非常清淡，回到台湾以后吃什么便当我都会拉肚子啊。OK， 好，刚刚这个阿哥已经去棒赛帮我了，感谢各位的等待，马上接着我们的战机四代继续直播。真的，我觉得我们台湾食物太油了，吃个便当我都闹晒了。对啊。年纪大的不能吃太油的东西。玩具吧，啊，是啊，整天都在陪他们玩。快一点，跟我上楼。队友好 carry， 等等，真的哈、哦。楼上有什么？传家宝。我的声音很小，真的假的？应该是游戏声音太大，是不是？注意，又有敌兵来了。游戏声音开小一点吧。这样可以吗？已经小了一半的声音了。嗨，波比长，晚安。OK。VR 要多少钱 ？VR 本体的话，我是只有买本体，我没有买 camera 还有幕。
那当时的预约售价是12980，它应该相当于13000左右了哈。所以我听店家就是，我是带那个什么，前阵不是 PS 有那个 PS 祭典吗？我就在那个时候跑去店里面，排现场有没有？就为了看能不能拿到第一手，所以就去排了。你看多认真，为了直播有没有？为了各位，那我看那售价的话，如果你是加木的话，好像是现在还有 camera 是在16000左右。他们越来越多。他如果是加摄影机，好像是14000左右，差不多了。可是这次他们那同款的摄影机是新款的，对，不是旧的那个摄影机，是直接换成新的。是嘞。新的跟旧的到底差在哪里？不知道。听说可以转的角度比较大，像素应该是一样的，不一样就是他妈的 bug。已经找到了。明明是为了自己享受，很贵，跳过。外边相当于买一台 PS4 主机，而且还是接近 Pro 的主机，对。二颗 VR 二手3000收假卖呀！我觉得可以先等我实际实况，然后玩了游戏以后，再跟大家再考量看要不要入手了哈。反正二颗是勇者，好不好？什么都是抢第一个玩，但不好玩。可是我自己预估了哈，这真的是有点噱头了。我的认定是这样，这些才是所谓的传家之宝，因为他可以做的东西还是有限度，大概就是那几种做完就跟Wii的游戏应该是差不多的那种感觉。我知道你会回来，就是新鲜哦，就是可以这样玩，但是大概也跳脱不了不雅看了，反正就是镜头你可以这样实际玩赛车啊或是什么的，接下来应该就没什么特别。什么时候才会变成 SA 哦？SAO 的那个呢？刀剑神域这样玩 MMO 呢，非常期待哈。感觉像是把门串在身上。对，本来就应该这样。马克思，你叫什么名字？凯特。好，凯特，照顾好这护甲，凯特。你有三 D 晕，对不对？啥微信区？哦，那真的 Boy 上不太适合。啊，这原本是我妈的。Gomoto Camera， 什么叫 Gomoto Camera 加 Just Dance 2117有优惠？你在问 Gomo 讲是吧？收到人情， okay， 你可能会想讨论这个。谢了，戴尔。好，该去把新卡哥介绍给马克思重回将战场，然后把这些水桶头赶出我家。好，我要用马克思，我不要用儿子、啊。拿你需要的，这样应该就足够了。马克思为什么感觉比以前更年轻了？然后我需要的，靠，我都不要哎、欸！我要这个是刺刀的，定制的，可以先试射一下吗？对啊，这个原始版的，我就是要这个原始版的电锯才帅气啊！然后呢，散弹枪不好用，这个是。突击步枪，哎呦，补充一下弹药哦，我这弹药很多呢。火焰手榴弹，可恶，我要破片手榴弹。好，我给你们说。很好。狙击枪，狙击 MK2， 拿到了，试用一下哈、哦。那把旧的嘛，没什么意义。那就好吧。同一把。雷炮。好，就这样好了。就是这样了。狙击枪好，狙击枪跟一个基本枪。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呢，马克思？我们可以出发了。
这里。该死，他们破墙而入了。机子掉。医院始终有第一个目标。还不错，马上就毒了。这哪里有第一个目标？好，传统手枪用的还是比较爽。恭喜中。卡弹，卡弹。跟我会想连三 D 电影看都会不舒服，真的。爸，你有什么计划？我们得去卡车那里买那个 Jazz Dance 来运动一下，是不是？相信我，这次你无法再轻易脱身了。帮我啊！该死，我才刚调整过哎。好，新计划，给个内乃红准号。周氏，我厌倦这种小把戏了。这爆完还不爆？我靠背哦，抢胃口啊！房子，已经坏啦！爆不爆？叫他的隐形！你叫他隐形！干得好！喂，他在撤退！是吗？他不来了？我不认为。哦，跟我讲有预计要买是？来买 PlayStation VR 了，好不好？开什么玩笑啊！听店家说第二批好像要等两个礼拜以后，其实也没有差多久，因为估计应该会有一堆那个水货，明天一开始应该就有一堆水货，那会卖很贵，我不知道会卖多少钱。这可不是好主意。跟我讲都去哪里买？VR 不会充手把那贵商商怎么充啊，是不是自己都觉得超贵的，应该帮我哥订订不到好不好。别破坏我可恶的房子，没有发现火箭啊。你的腐蚀真的让我非常火大。混账东，这是他的隐形，这隐形哦。哎呦，我靠北的！哦，在，快解决掉他了！疯了！这该死！啊，没子弹了！火箭来啦！哦！呀！糟糕！哦，对的。Sony 的品质不管事 ，Sony Time 的问题。该死 ，Sony 品质很好啊，看看电视首发品质就知道了。靠北，爆炸了，房子也着火了。你知道地下街魔力科买的，那有院长会给建议都很实惠。哦，你知道魔力科买的。快拿些弹药。魔力科老板，那个他们真正的老板，我还蛮熟的，不能说蛮熟的哈，因为以前我记得好像我帮微软那时候有去翻译。当口译吧，然后那时候好像就带制作人去逛的时候，还有看到我在当翻译，然后口译啊，后来就认识我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哎，你不是那个翻译大哥吗？哦，没有，翻译小弟，我是小弟。干！你进入了非法地区。各位，什么是非法地区啊？而且比较好玩是，好像那个魔力科的。的大老板是我以前公司老板的同学啊，这真屌啊！敌人倒下了，快点！哎，小皮蛋，空帮蛙，委婉的说你品质很好，他可是在回忆当年了，对，当年帅气十足，当着口译可是非常威风凛凛的，哈，也没有了。哎，下去。快清空！我们先睡觉。已发现巨干标。哦，干啊！来，好痛，好痛，好痛！单位攻击中。别介意啊。好久没有聚了，聚聚看。他们打坏。聚下。这样不是。
赶支线去不到啊！这地方要垮了！下楼去，快！上楼去，去哪里啊？哎呦，哇哦！啊不了，不了，不了，不了！这明明就是下楼。哇，刚才真惊险！哇哦！那找阿克玛有没有比较便宜？没有，嘿。你以前公司老板同学，那就是刘伯元先生的同学，不是不是？我以前公司有很多公司的老板呢、欸，我不是只有待游戏一家而已。另外的，另外的。话说，不想去微软上课，是哦，去微软上课、哦。跟我走。马克思，我想要用马克思啊。我哥的小朋友超喜欢马克思，就是之前就是两个国小生，然后他爸爸就是我哥嘛，我买 Xbox 360之后，我就把那个战争机器从第一代到最新的那个审判全部都借他们打，一打之后，哇靠，那超疯的哈！就老师说上课要取英文名字哈，一个就取名叫做马克思，然后另外一个叫什么？叫多姆哈，太夸张了。我的名字叫马克思。哦。我现在都跟着老爹走哎。天哪，那已经，我一直在操纵多姆的意思啊。我有马克思啊。吉恩会以为我们没有逃出去，他还是会扫射这整块地。那我们会处理他。好。正他说你会处理，那就你来处理。是 Max， 马克思。是什么？突击步枪，散弹枪我不要。阿可教坏小朋友，对我玩这个打打杀杀游戏。就是借给我哥小孩以后，我嫂子就觉得很生气一样。我要说，他说每天这边打打杀杀，那边喷血，一天到晚就说我要射死你，干啊！我说啊，好了，还是不要玩那个，肯定还是有影响。他们了，我们走，还是去玩小小大金球，玩那个蠢蛋游戏，慢慢玩好了。真的，不过小小大金球其实是很不错的游戏哦，对不起。所以那个比较没有打打杀杀的，相对会比较没那么刺激。小朋友胃口养大了，谁在跟你小小大金球？好不好？超级蚂蚁这种游戏都快不屑了，完蛋了！整天都在跟我讲，我要战胜基地或是恶灵古堡，整天都要杀僵尸或是杀兽人。这一代都没有兽人了，这一代一直在那边打机器人，机器人已经打掉一张去了。那。哎呦 Sniper 干 Sniper 那么臭还干不好动好哎儿子名字是路易、小 B 儿子路易，干是你自己取的吗？干你不要你自己喜欢超级玛丽就硬叫人家叫路易好吗？那你小儿子是叫大儿子是叫路易，小儿子叫玛丽吗？玛丽哦，玛丽哦，对吧？告白。瞄准一点。耶。来喽。闭嘴。告白哦。破片手榴弹来了，经典！要爆炸了，要爆炸了！榴弹一颗，好，要自爆了，来，三，你动，没拼了，不下。夏日课程没有打打杀杀，夏日课程没有打打杀杀。夏日生借给他，搞不好宿醉就去找外送茶的靠腰、哦。庄园的另一头，距离手榴弹，零距离手榴弹也丢，反正炸不死，好不好？
从昨天实况现在唯一一场 GG 就是那个被一个很奇怪的那个绞肉机给压死，妈的，被敌人打不死就被旁边的那个设施给压死了，搞什么鬼？这个我要了。好，没问题。是运输船，他不会弄死我的番茄。好，没有要打多少的神奇宝贝蛋呢、啊？该死！怪物重复力太高了，开发团队你在混哦。每个长都一模一样。走吧。已经搞不清楚啊，是在玩魔鬼终结者还是战争机器啊？又进了一个开关厂，我准备要了。你们到底做了什么好事？真好笑啊！我们根本不知道。够够够了！一边是猪眼破片手榴弹，啊！逃出破片手榴弹，已开始装填弹药，每个开始行动。再来一颗，留远一点。投出破片手榴弹，只剩下零件了。哦嘘！已发现具有目标。Go go go！ 有运输船来了。又解决一个看管者。没问题。已发现有敌人目标。不敢。讨厌的家伙出现，没半颗了。狙击枪，哦，冲过来了，高飞。可恶！放武器了，卡弹，哦，来不及了。快点，继续前进。好的，遵命，老爸。刺刀有什么意义？哦，嗯，顺着路走。马克思走好快，天啊！哇，糟糕，风焰要来了！大家回去问事，快！不行，空心小屋比较适合避难，我们就快到了。小心啊，等一下他妈树又喷过来又GG了。好，快进去。这里需要帮忙。还要战斗啊！空投舱，快找掩护！这可不是好主意。高飞，已发现敌人目标。攻击！他还不过呢！他干！没有掩护啊！我倒下了！快救我！回去战斗！谢谢。让狙击是被电脑救了。他没空快打、啊！还在那边疯说疯狂的风凉话。到完，还开呀、啊？开始进行输液弹药，已被释出违法托运。我要破片手榴弹，等一下。下。交战中。走到这里来了。全都解决了。没问题。他可能应该要回 Yes Boss。这封印不会减弱，我们得离开。不行。我们就蹲在这里等他结束。可是这房子不是木造的吗？他撑得住。台湾国语啊，小姐。你真的确定吗？
舰上，别谈赛直播播嗨的威亚，大大有买吗？大大的威亚，威亚要明天才会有。哎呀，我们有特殊管道，还是要跟人家明天一起拿哦。首发是，我看巴姆特有在直播，超爽的。我们下面媒体说要不要走 ？OK， 哎、欸，我明天了哦。明天入手以后哦，顺便跟大家分享。预计入手，现在我已经有，我是先用日账有买的是蝙蝠侠哦，不雅蝙蝠侠，还有一个是什么偶像大师下面挖狗小，我忘记了哦，就是拿他们荧光棒甩的。然后另外一只就是夏日课程哦，这个是已经预约购买日文版。然后明天现场的话，应该会买立刻哈，那个坐在机器人战斗那个我想体验一下哈。还有 PlayStation World 应该也会买一下哈。这里似乎发生意外。还有一个消防队来了。还有一个应该就是这个初音的话，应该是下载版我会买的哈。那明天应该有上架的话，我也会稍微入手一下初音的不雅。然后另外一只是这个Drive Club 的 VR 也会买，所以很多只啊齁。但是我是觉得应该是噱头啦，应该是噱头啦，玩一玩觉得很嗨，然后再三不五时拿来玩一玩，大概就这样。但是新鲜嘛齁，尝鲜大家可以看一下。哎，我看国外好像已经有人在直播了，就是阿卡汉是吧，听那个语文很像欧系的哈，感觉好像不是，因为可能有些国家好像比我们早一天，对不对？哇，就是同样是十三号，现在我们十二号，但是他们已经十三号了这样。我以看他是用 PlayStation PS 直接直播了，那个可以，可是又看不到我啊，这个就尴尬了。啊，直播的问题，明天到时候再测试看看。那些玩意让我起鸡皮。偶像大师下面挖过去，因为我对那游戏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印象。我知道有很多人还蛮嗨的，反正就是看演唱会那边甩荧光棒的游戏。嗯，对。那我看他价码便宜，也蛮便宜，也不能说便宜的，就是价位是日币2000多块，像台币到300-500块吧，500多块左右。我在想说好吧，就学收啊。啊，初音因为有台湾账号好像不会下，所以就干脆就好吧，等台账再来下。反正首发太多只游戏，我明天有点伤脑筋，是我要直播哪一先直播哪一只哦，给点建议好不好？夏日课程已经被巴姆特直播爆过去了，我就觉得他妈的这样，有一点点法克油。反正想说，不然就先介绍，虽然我的台明天多少人会来看。那可以给个建议吗？好不好？明天直播你想看哪一支游戏 ？PlayStation VR 赛 ，Drive Club 赛车，还是那个 PlayStation VR 我 VR 我是有很多一支小集合在一起，还是这个偶像大师香槟花狗桥，以及这个初音未来，还是点目前阿卡汉，或者是这个机器人战对战的这个力。跟这个还有一只啊，还有另外一只要买，那个叫什么 ？Until Dawn 的那个恐怖销魂移魂车，那一只也是要入手一下，看起来蛮嗨的。跟我讲，我不喜欢后宫，如果是日本流行音乐，我还可以玩。看，如果是他妈的男的话，应该就会喜欢的吧？是，比如说一个帅哥教你，叫做夏日帅哥课程。哦，马上入手，对不对？小姐，如果是大叔的话 ，Oh my god！ 对呀、啊，史内克夏日课程之类的，特工神杰是史内克课程，教你 CQC， 教你 CQC， 然后你要 CQC， 好悲哦。一个参观者，我已经打够多的机器人了，可以不要再打机器人了吗？战争机器时代，你被我吐到快死了，真的是战争的机器啊，全部都机器人。兽人呢？兽人在哪里？我已经受够了神奇宝贝球，跟这个霹雳五号，霹雳五号是什么？
哦，这有个机器人的，以前的。哎，搞咩咯？开始拘留。又摧毁一个看管者，拜托。杰尼斯夏日课程功能绝对预购，干我买重生更好。重生课程教你如何当野库扎，野库扎课程。好不好？人中之龙之，这个流氓之流氓之一日，流氓的日常之类的。就我的了。靠，别剪错了，还不要这个呢。Okay。来不来了？啊！机器人 ，nice。该死，吉恩到底有多少机器人呢、啊？你真的想知道？有好几千个。看来今晚会看到那风车吗？哦这个、我们要朝那里走。我还以为我们要去谷仓。没错，他就在风车旁边。OK。马可斯，总之这是你家的明天还有好多只游戏，到时候一只一只看看，慢慢的介绍好了。妈很喜欢。十月份其实还有很多支不错的游戏，还蛮强的哈。我也一样。包含这个大家都已经默默没有注意到的这个纸片马里奥Wii U 版的。我今天突然想到说，好像 Wii U 好像会发一支游戏，不是也是最近的？去查一下，也对哈。明天13号会发纸片马里奥最新的那个游戏哈，Wii U 版的。到时候再看组合吧。那就应该变成同声课程 GTO 麻辣教师了。快点，我们快到了。我都忘了这地方有多大。啊，其实它感觉越来越小了。喂，听到了吗？志宏准号。准号不是就刚那一台吗？不是，不是雅库扎课程。开心吗 ，JD？啊，怎样？你不也是？能见到你真好。那两个一直都是这样吗？啊，通常都用吼的。有点烦恼，明天到底要直播哪一只？反正很多只啊，好不好？看心情。你今天有没有人去看巴哈直播那个夏日课程？进攻者来了。到底如何？直播的状况？还是叫一个妹吗？挡到我了。还是没有人注意到？只有我看到那一则新闻吗？如果是正常的话，应该等一下他们就要直播了。对，等一下你们就可以看了。巴姆特电玩风哦，干，我为什么帮他打广告？我自己的人数都不够，干。他们好像11点的电玩风会直播哦，这个16分钟之后就会直播了，各位。啊，干！又是运输船。靠，弄丫头。干啊！你们等我现在讲完，你们等一下就去看了。那我明天下次课程还是不要直播好了。他们都直播了，干！重型机器人。啊！干！不然就不要去看啊！下次课程不要看。明天看那可能比较好笑。搞笑了。实况技术不要这样，那就不要看了哈。看那可明天会比较好玩的。夏日把妹子课程，啊，挂了。哎呦，感谢看大叔比较有趣。我看巴他们的直播也都是大叔啊，你说我是超级大叔，年纪比较大的大叔，其他都还蛮年轻的，二三十岁而已，已被已经迈入看，跟岁月不饶人了。当年直播我也才25岁呢，现在已经40岁了，要高一个了。你在测试我的耐性？测试谁的耐性？打你的引擎！我准备要上场了。打掉红狗！啊，不了不了。那不要废话了，快打！狙击枪之后，靠龙牙喽！哦干！我操！不打不打不打！
我也知道射下来了，你们快点啊。注意一下，好像不是，不是很强的，乖乖。哦，干！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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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哦，卡弹卡很久，靠背哦。红准号你也太强了，他受伤了，但还没死，快点啊！红准号真的是很难顽强的家伙。什么地方打？他们不干。爆也爆了吧，好嘞，我打爆了 ，OK。不是21就卖了吗？等你播《斯坦纳克课程》靠北，我看不看？我要看大叔闯外面面被公主杀，靠北。我看八上次的时间是27号，还是我看错了？21到27，哪一支游戏啊？什么东西？这个哦 ，Just Dance 哦，嗯，误会了，会奇怪，不雅的话是明天的啊。哟西，啊，各位又有封印来了 ，JD， 那么快 ，Just Dance 不是这个 JD 哈，嗯，虽然他也是叫 JD。啊，可恶！打蛋呢，啊下啊，我们跟谷仓之间没什么地方能避难，我们得快点。马克思走好快啊，嗯，我自己比较期待的是玩蝙蝠侠，我要当 Batman 坏人啊，不是啊，蝙蝠人。我们了，怎么办？我们来分散他们的火力。JD， 你要选哪边？选河床。我们选右边。凯特、戴尔，你们走左边。没问题。走吧。还是机器人，到底要打多少机器人才过瘾？没打住。到现在兽人一只都没有。各位观众，已经是二只。第二章了，又摧毁了探险者。守护者摧毁了，哇！我靠！又解决一个探险者。哎呦，哇 ，sniper， 让我马乌啊，听笑，来，头伸出来。看到雾，门锁上了，看有没有办法从你们那头打开。打爆就好了。打开了，打开了。可能有敌人目标。破片手榴弹丢远一点，这位置好像丢不远。干，超近的，靠背哦。失败，再一次。用一米一颗，哦，超近距离，手榴弹零距离。再来一颗。丢出破片手榴弹，机器人倒下了。可惜啊。Nice！ 初音号来了，初音号又来，初音号超烦的。该死，门打不开，你们能从那一头帮忙吗？没办法。哇塞，这么多只啊！天哪，破片手榴弹没有了。哇，这门打不开，你们从那一头看起来怎样？
怎么台湾国语都出来了，小姐？放一下，放一下，对呀、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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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应该行了，可以了吧 ？Nice。收到。马可是 JT， 我们需要帮忙。哪里呀、啊？要打爆什么字啊？我这边呢、啊，好，抱一抱，抱一抱，快够，快够。他们越来越多。我靠！自顾不暇了，各位。哎，小兔子。哎呦！冲啊冲啊冲啊！没弹药了。没弹药了啊！哦，先把这边攻下来呀、啊！没办法前进。又摧毁一个机器人。我准备要上场了、啊。又摧毁一个参观者。我们要动。哎呦！怎么跳跳去 ？Go！ 我先杀再说了。守护者，现在时机不对，打你背后，但打 W 无效，有效。被护盾了。快爆了你 ！OK。叮啊！暴风兵快到了，好，快穿过门，我们得去那谷仓。先补一下子弹。来，帮我一下。哎、欸，汉哥上空帮挖，还有 K 九上空帮挖。你丢的是 Note 七啊？没有，没有手弹第二期上。有啊，昨天有兽人，中了多少没有上场？哎、一开始有旧的兽人，新的兽人还没出来啊，新的兽人都还没。暴风面快手，干这会被电死吧？他妈的！好，小心走。好，快走。继续前进，谷仓就在前面。哎呦，电流，电流，电流，电！快走！哇塞，干你妈的这！快点，我们就快到了。这黎明之锤嘛，遍地黎明之锤。我靠！我干！快走！啊！干死！哈哈哈！这游戏最厉害的不是敌人，而是天然灾害。OK， 妈的，这不是快打五，所以打倍无效，真的是。第二幕三倍暗，好，快点！被电死了，他妈的！妨碍物，被电死了。走旁边好了，走旁边看这边比较安全。我靠妈！电流也是会走路的。哦，干会走路哎，干！啊干又死了。Holy shit！ 干有记录吗？没记录就哭了啊！这什么电啊？有人放魔法？干他妈的卡在这鬼地方，还不能硬干呢，硬充电就电死了。Shit man！ 然后那个风还会往后推进，这还蛮讨厌的。见机而日哈，不要随便乱跑，不要太小看这个剑，不然可是吃不完兜着走了。我看，哎、欸，他障物会挡掉是没错，但是还是很微妙。我们就快到了，快快快快！这块先挡一挡吧。
好，继续前进，快走快走，有了有了，好飞衣服了、啊、请问大家有人买拳皇树吗？买多少钱？我有买啊，我不是买数位版的，我记得好像1500多块了，对。那个 KOF 的话，现在我不知道多少钱了。那时候应该是买1590数位版，所以或许1600应该一下了。很显然的，你被包围了，一切都着火了，还有你家，被摧毁了。太奇怪了。我不会因此感到开心。可是如果你不打算立刻出来，我可无法为接下来发生的事负责，不管是你还是你儿子。我又要被征召了。哦，哇塞，战争欧多巴也出现了，管你去死。啊，这老混蛋，快追他们。哦，可以骑摩托车战斗吗？别再提你的大逃亡计划了，他们还在追我们。是啊，我注意到了，好好骑车、啊。帅的，这次有摩托车啊！那是什么鬼东西啊？是吉恩的过度反应。今晚先玩看试玩版，再考虑入手。很性感吧？你真的哦，强都卖的。看，可是也只能靠左边跟右边而已。看，够嗨了，够嗨了。我就没办法，效果链不行。呼呼，前面把路清一清。看，小心撞墙就 GG 了吧，这个。啊哈 ！OK。爸，我们要去哪里？我怎么知道啊？波尔要塞。哎呦，那古迹，那里没东西啊！不是那里的东西，而是它下面的东西。什么东西？抓起来！哇吼！海蒂，小心点，这机车是古董啊！等等，担心的是机车。哇吼！哇哦！拳皇被阿哥骗了，买的结果都没有跟阿哥打过。看，可以啊，有时间来打。但是我觉得玩起来不是很好玩，不知道为什么 ，tempo 怪怪的，要打是可以的哦。嗯，所以我自己后来也没有再开来打了。哟，好嘞，切到左边，我们走树下甩掉他们。好。这，毕竟好像打 kill 的人没有那个不敢用人来多、哦，我觉得。小心。还是有一定的程度哦。啊干！啊！那苍蝇末世录上次跟我玩的那个，抓紧了！利皮长，对，利皮长很厉害的，刚刚几乎整天都在打。这样着地了，那是高手。你是真烂！我靠，为什么受不了再那样着地了？不来不来不来！哦哦哦哦！又是燃烧弹！又是燃烧弹！啊，走啊！我到树干就狙狙了啊，狙狙了！看、啊，好乱，看不到路了。啊，该死，小心！飞呀、啊！哈哈，赞哦！啊，直升机也快，干掉他！攻击他的引擎！攻击他的引擎！哦，要撞树了！呀！哇塞！哦哦哦哦哦！哇！前面有个隧道，好，应该安全了。真的吗？哦！那孤鹰号在轰炸整座山！快走，快走！开什么玩笑啊！哦！冲啊冲啊！好吧，这游戏到这边是最精彩的部分了。飞上去吗？快射引擎！干，最好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吗？干，这样都能打爆，你太神了！好，打爆还有一个引擎，着火！小心，又是燃烧弹！哦，燃烧弹太多了，快打下来！饿了，呀哈！刚雷电树，现在火焰树。我们
还没结束呢，快射他们枪！要买给你哥了哦，对啊，这么好的妹妹，超棒的，要买给哥哥，哥哥浪漫自己，还是你帮你哥买，然后你哥出钱，这样比较，哎、欸，这还蛮正常的，就当那个帮忙跑腿买个电动的。拜托吧，快打上个图鹰号！哦，哇，全解决了！司机啊，司机啊，上去！核心暴露了，机会来了，快上山！哦，够了，够了，够了！哎，小精灵，该打都打爆了，被换边了，上去！三，头一个还要摧毁了！哇哦，哇哦，吼！摧毁了，摧毁了，干！我看啊，我往哪边闪啊？哦呦，阿不奈！飞啦！开始！刚才真有趣，超刺激的、啊。好吧，玩了那么久，这一段最好玩。哦，第三幕了。第三幕第一章，第二幕就这样结束掉了。干，到现在还没有送人。你觉得风永族会躲在那里吗？有妹妹正好加一，无条件付出。我们都这样叫他们的、啊。别这样，搞不好那个跟我讲，哥哥平常真的对他很好，好不好？好心有好报，这个是，这是一定要的。搞不好他对妹妹非常疼。因为妹妹为了要回到哥哥，所以才买电动。小时候都他买给我的，有好几次我都把他记录删了，或把他覆盖。虽然多次被他打到手，打到半条命，不过还是玩到很多很好玩的游戏哦。嗯，还是不错嘛，对啊。马克斯，这个兽族埋葬地。真的、哦，小时候都是我跟我哥他们一起买游戏的、哦。我哥他们也没有买给我，因为我们也没有足够的钱，都是我们三兄弟一起存钱买卡带玩，一人就是轮流玩这样。嗯、超怀念以前的时光，是真的哈、哦。好，那我得问，兽族回来吗？兽族回来了吗？应该是吧。我还不知道，这是变老的好处之一。你不必事事都得有意见。你讲这是冷笑话吗？哈，老爸，嗯，风变大了啊，不过还没什么好担心的。注意四周。被揍到半条命，真的哈、哦！以前每次打那种对战游戏，打一打就会变真人格斗。那是什么鬼声音啊？你说哥用剑招，然后又不让你一直打，就是一直不让你赢，这样打到真的气死了。这里有水，我很肯定那会让你拉肚子。就当我会活着吧。很肯定那会拉肚子。OK， 对，是被我哥揍到半条命是真的、嗯。什么鬼？我觉得我们上面有东西。嗯，我知道，保持冷静。以前遇到那种电池机的电池，后来没电，然后记录档全部消失的时候，那一种一整个 GG 的表情，真的是难以形容。嗯，各位，封印就快来了。反正不就又是打机器人吗？还是机器人呐、啊，不用看，快走！再不走就 GG 了。哇、哦！被封起来了！我天哪！啊，拜托！有门！哪里？嗯，真的有门的。闪避！举开！是！快！哦，快走！啊好，波队长早点休息哦哈。OK， 这个多多休息哈。别停下！新闻线。跟我讲。可是我哥都在玩手游，上一次他帮你玩《二零古堡七》试玩版，第一次第二次好恐怖。避难所就在前方。对，好、啊，他好像明天也会有那个之前他们在 TGS 的那个 demo 的，那个叫什么晚餐是不是？德比亚的体验可以玩、啊，到时候我会下载来试试看，应该是超恐怖。我需要帮忙。嗯。快进去。你的日子随时都很刺激吧？最近的确是。封印过去之前，我们在这里应该很安全。
这边暗抽抽的。没人对灰尘过敏吧？大丈夫です。Let's go。噔噔噔。那是什么？但感觉这边好像有奇怪的怪物。看看会走到哪里去吧。它会发光。它会发光。明天大叔实况8有7的 demo， 应该同时会履历出来吧？我不知道，因为我们现在这是什么台湾账号的期待的那个好像不是 for VR 的，我不知道会不会更新。干什么东西啊？好可怕！调查后应该不会好事发生哦。Rush！ 啊！小心啊，杰弟！啊！可是我全身都是这玩意儿。我哥上一次还拍我肩说不也就靠你的妹干老子没钱了。爬出那玩意儿的东西往这边走了。马是哥哥要买给妹妹啊，怎么可以妹妹买给哥哥，真是太爽的。真的。我的妹妹有没有那么好啊，这是哪一部漫画Yes。OK。解除成就。收藏迷我也没有，我只随便捡一下而已。干巴姆特不是直播夏日课程，等阿可明天直播了。干巴姆特不是直播，等等，啊不是哦，巴姆特不是直播，那直播什么？不是先握我是不是？这主意不好吧？我也觉得。割爆他！超恶的，吃人骨头啊！好恶心啊！真恶心，不能把哥哥胃口养大哦，不然就变成爽哥了。我晚上已经吃了好几件泡面了，干什么都是靠哥哥，靠妹妹。看来我们找到他们了。他们在收割我们。刚那个一开始那个怪物狗，如果这就是他们抓到的人的下场，天哪，那我妈她早就被吃了。我们会救回她的。首先，你先要把你的中文学得好一点。走吧。League 3机械化战斗联盟四波，他们在玩这个啊，是哦，又是卵夹，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Eric， 空邦蛙，Eric， 都不会是兽族，我还没看过这样的东西。Eric， 我们明天就可以玩 VR 了，有没有很开心？这可不是好预兆。好，所以 Eric 他也有去订 VR， 跟我一样，明天可以一起入手。我早说过，那我们明天一起来玩 League 好了。先说好 ，League 玩起来应该会头很昏哦，我是之前去。是玩别的游戏，不是 League， 可是那一种 FPS， 坐在机械里面很爽，可是头超晕的。明早要去拿吗？对，明天要去拿，没错啊。明天不管哈，直接就去拿。姐弟。好了，战地机还是有它好玩的地方，但是也有它无聊的地方。变化其实不多，看看剧情就好。可是我刚一直在跟你们打赛，我都没看剧情。那东西就一直跟踪我们。看艾格尼亚翘班哦，混账东西！一呢，好，明天见。好，好办法。当他跳出来，就杀掉他。知道了吗？知道吗？没问题。知道。要死。大概明天的人中送零日文版就会到货了哦，恭喜哦！结果你还是用买日文版的，没差啦，你要看得懂是不是？就这个公模讲练一下日文也 OK 的。哦，看没有多姆就战机又变去了，干为什么用 GG 的感觉呢？啊 GG 了，干为什么用 GG 的味道啊？到了这么多代，感觉这代应该就要 GG 了。陪伴多姆变成永远的回忆吗 ？Yes, boss。你是正大光明的去哪？这样子。啊，干要被吃了！老爸，你要 GG 了，快吗？啊，被抓走了！啊，干被吞了。这应该是被抓走的。干你老爸在里头超悲啊！你就这样。哦，终于遇到怪物了，终于有怪物了。
敢就直接杀了，干嘛躲起来？从一代杀到审判，都已经杀到已经很腻了，怕什么？结果现在我们该怎么办？那我也真不敢相信，就把他吞下去了。这样把他吞下去，正哥好，别说了，他走了，他走了。可是他还没死。没错，他应该是被抓走了。他们抓走人类，然后利用他们，然后利用他们。我们知道那程序需要时间，所以现在我们去变成拯救老爸之旅了、我们需要他。如果我们追不回他呢？那么。我想我们得孤军奋战了。没问题，因为这一代没办法，马克只是在串场。那现在呢？他们会说中文也，是哪里啊？要他们讲英文也难了。他们现在突然英文变烂了，不会讲英文了，这一代只能讲中文。嗯，好，我们快离开这里，去追带走我爸的那个玩意儿。废话少说，从这边要怎么样去走？纳许机关枪。各位，我这边ちょっと危ないね。やりますか。何もないですね。お。来来来来来他们往要塞深处走了。那我们也是。我们不是，我们快串赛了。不是要塞，是串赛。天哪，又是那种晚霞。锯开锯开。哇。哎干。新兽人。我们把人类拿来养成兽人是不是。兽人诞生了。没有穿衣服。这兽人，好，别让他们靠近。不过这些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左边，左边，看到了，我看到了。变态兽人，但是他没有武器。去死吧！都解决了，他们又来了，他们一直在闪躲。速度好快，都解决了。340级，我的建议是别再碰软夹了。那边对啊，巴哈姆特在直播力哥哦，这里都是艾利克，要不要去看一下？艾利克已经说干嘛看，明天就要买了，何必把那个快乐的时光浪费在别人在那看着别人爽呢，是不是？这不是订不到，哎呀，都订到了，是不是？我们也会抓走人的怪物。我也在忍住，我其实也蛮想看一下画面，但是我觉得看没什么意义，好不好？直接带上去打才知道他那个帅气爽度在哪里。哎呀，这个软夹早惨了，嗯。啊靠杯被骗了。你还好吗？应该还好，不过这下面有好多那玩意儿。你能回上面吗？不行，你们得下来，只是要小心点。OK， 没问题。天哪，你可没开玩笑，小心角度。怎样？我看打爆就出来了，靠腰。OK， 要打爆就小怪。多打一点。我干妈的！爆了！轻轻啊，轻轻！小小子的。我们得离开这里。不然要去哪里？当然要离开这里。你想要住这里吗？我不想。拜托！看，没有补弹夹的。所以这些卵夹是不卵器，我们得放进去，然后他们跑出来。我们得找到我爸，而且要快。这跟异形一样，是他把人抓进去以后就会孵出怪物来。
就是那是人类，人类付出兽人，是这样的意思吗？因为根据三代来讲，就是兽人已经全灭了、嗯，所以看来有可能真的是复制的，人类自己恶搞了。我嘴巴好像沾到了，那么才不理你、欸。你觉得它味道会怎样？对，可能很糟吧，因为它很难闻。居然在下雨，惨透了。我只想玩中文版的人龙、嗯，中文人龙应该还不错哈、啊。有啊，12月8号人中之龙，好不好？靠，全身都是汁啊！天哪，一整个汁男哦。去追他！你确定吗？有很多个。哦，现在变成恶灵古堡了，你在那边打利卡了。我跟你同一边呢、欸。不小心打到嘛，干嘛在那边靠腰靠北的？中文版其实可以吐槽的，蛮好玩。英文版还没办法吐。冲冲了。爆头！再来爆头！什么？没了吗？所以 Eric， 你明天是早上去吗？连公司的人也会过去哦，就是 VR 的所应该说发表会、记者会哦。干，不会是你们公司也有展览吧？我跟你同一边呢、欸。对。啊，不然啊喂啊啊哦哦好来哇哦好多只啊好嗨好嗨刷刷的现在时机不对就好现在我们安全了来到了第三幕，终于有兽人出现，但是也不知道这是纯种兽人，感觉好像是变种。走这边。哦，暴力蟹！什么？该死！看就是拿来吓的，你以为是恶灵古堡吗？一点都吓不倒我的。无双开启啦！啊，真的。Scott， 你来帮我一下。所以我们要去追这抓夺兽玩意，然后呢？然后我们得找到我爸、雷娜，还有被抓走的所有其他人。好。可是万一他希望我们去追他呢？那他就犯下大错。OK。看来现在打爆都不会有怪出来的感觉。啊，真是谢谢啊。Let's go。那上面有个粘液泡泡，哪里？它里面是什么？武器啊！哦，新武器哦。嚯、哦，木丘机枪，好熟悉。拿到了。可以拿着边走边射的玩意哦。哦，拜托。哦，可以架上去哦。前几代就有，比较重，而且还蛮强的。重点是，他应该没有办法补弹夹。那一定是我爸的无线电，快点，他肯定在附近。你爸该不会被变成怪物了吧？我的天！那边，音响让你很想去泡澡。我们走。你说哪个游戏的音效很想让你去泡澡？这个吗？
艾利克，你刚刚还没有回答我，你明天是早上一早去吗？是记者会那个时间吗？还是？哦西。在那，先快去关上那玩意。该死，数量真多。是。蛮多的人是很远。靠北已经过来了，木秋机枪已经一点都不唱秋了，秋不起来了。对吧？他们到处都是。又搞了一个，没打住。哦，去干活到哪里啊 ？OK。VR 的上市活动了。啊，就只有你哦，还是你们公司的同事也会去？他们真快，到时候可以见个面一下。哦 ，OK。讨厌，太险了。那么快，去啊去啊！看，你是走这条啊？他们源源不绝啊！该死！来来来！好，结束了。怪还真多呢。去那电车站。公司的小朋友会去搬货，因为公司有买几套靠背哦。我跟你同一边呢。了解。看上帝哦啊，不是。这要塞原本是谁的 ？Cog 的吗 ？Cog 以前把这里进入游戏业界的小朋友，新鲜的肝啊，真的。哎，我天！古王巫师的时代。古王跟巫师，听着，我在尝试给你们这里丰富的历史背景。超级大叔时代，快 go go go！没有过来。Go， 我的西，踹你们的路了，去，挠。啊，这次战争机没有跟朋友一起玩，真的是有点点可惜，对。协力一起玩比较有趣，我懂，现在只能跟电脑协力而已，只有电脑了解我 NPC 而已， only NPC。 我看什么怪兽人再次出现了，不是老头直从粉干变猪肝啊，干管他是粉干猪肝都是老掉的肝，管他的。Holy shit！ 强化兽人二合一，强效定。这个好像宣传有出现，干什么狂暴男兽人？靠背，透回眼，透回眼。姐弟，哦，会拿武器了，兽人重生呐、啊！哇塞！都发生了什么事？我想他升级了。我们可以让他降级吗？哎呦，他降级了，他没有穿衣服啊，现在应该酷酷狂了。兽人不穿衣服的、啊，而且怎么觉得面数变低了哈、啊？试试爆抄他们，根本就是把第一层那个模组的贴图只贴一层，第二层不贴的感觉。偷懒的贴图啊！打死了，这些比较聪明。你在说什么？他们没有我们聪明。啊、是比之前的聪明了，衣服都没穿了，天哪！没错，他们都没穿衣服了，没注意到吗？之前的兽人都有穿的，现在变不露狂了。太虫洞是不是要炸一下？但是我没有破坏手弹。
该是巨下的时候了。太好了，开心。好，应该都解决了。我不喜欢那些家伙。他们刚从兽族洞穴爬出来吗？我怎么觉得女生的配音很做作？感觉我觉得不是，看来像是某种巢穴。这一只库尼有入手吗？不行，要进就知道了。快乐，欢迎加入游戏业界。好的，可以早点休息。那个，明天那个拿不亚见啦。哦 ，shit！ 啊，干！哦，他有穿衣服了，记得好啊。快点！对，多穿，多穿一件。错啊，马克思。他们在上面反而更多，试下软夹来当掩护。试下软夹当掩护，说得好啊！软夹也会爆炸的，会生出小怪，真的很危险。不要再躲了，你好。清掉敌人。多拿一点呢，子弹用永远不嫌少了。哦，还去对面！他们绕过来了，小心！绕过来就绕过来，怕什么？跑得真干净！打死了！鱼肉。对，这样爆头才有感觉。打机器人爆头，完全不知道爆什么头。对啦 ，Go Go Go 啦！厉害啦！还有一只，走哪里去？哟，不敢冲出来了。敢这时候用狙的啊！啊！趁游记啊 ！OK， 新鲜的兽人妖子。我觉得我们该赶快离开这里了。要不要谈谈刚刚的事啊？你已经说要离开这里，说很久了。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好，小臂长，晚安，早点休息。你是说类似进化，那不是得花很长的时间？某些昆虫的幼虫只要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就能转化成成虫。那么，幼虫跟成虫，什么东西的幼虫跟成虫呢？我感觉我们就快知道，就快知道了。咚马上就知道揭开他的真相。本场那是不是个好预兆？啊，该死，又有巢穴！好，别让你扔个手榴弹进去。嘣！你到这边，他们就开始……哦，没有误会，还是没穿衣服。只有那个红色的元素石在身上，看起来好像有穿，其实还是没穿。比较快一点呢，黑皮呀、啊，破片手榴弹，哦，不是，刚刚没有破位手榴弹，破片手榴弹，哟，太好了，很好。出现史莱克，左边有狙击兵。我也有，我就是。拜托！啊，敢看错了。还有狙击兵吗？没有。够了。我干！妈的！我狙不到你呀、啊。
干妈的不想去了。穿衣服又比较屌吗？没有，还是很棒。不干，不用闪，用射，好痛！都解决了。好呗。头要起来，忙开我的，看没中，可恶！显然，真该死！靠背哦，快救我！我来了！他妈，你们这些人都跪在后面的，可恶！惹毛了，电脑是笨蛋。好毛的！又解决一个。炸住冲动来了，好，都清光了，是新的还是旧的定义啊？走吧，我们去电车站。Go go go！很讨厌露天卖虾，不过有没有货，一有货就给你抬高价钱，干这么贱？他说没有啊，成本高啊，这个。因为缺货，所以成本变高了。这个没办法，要自己卖家要自己吸收啊。大部分都这样吧。有事。那就不远了，快点！快点，我也想知道真相是什么。应该只是无线电掉在地上而已。马可斯应该不是一直佩戴着。又是一场枪战的感觉。那边就是他。这种感觉，这个有这怪兽感觉非常长，很猥亵的，好像软蛋的感觉。甩这个，这个嘎抓吧，这个。这大家伙，放轻松。大张武，冲击嘎抓。哦，魔王哦，好像是魔王哦。蟑螂怪，刺针。蟑螂怪，你小心。机枪准备伺候。我的动作速在快，敢继续一个。打爆了！打爆了！可恶，又来两个！好飞啊！好蛋！别放弃，别放弃！哇，打好几只啊！真的！快走！哦，感觉为什么觉得有点像神奇宝贝的感觉？
我靠，跳好快！好，被咬了！快把他弄走！把他弄走啊！还是继续啊！好飞！蛮难吗？现在我们还得烦恼这些猛夫兽。猛夫兽，照今晚的趋势看来，根本就是苦兽，情况只会更可。解除成就，抓夺兽还不够什么？靠背啊，太快了，无法读。我们等得越久，那玩意就越难追踪。好，那我们就看看会追到哪里去。好恶心啊！我们到处都是鸡男婆的感觉。啊！我永远不会习惯那玩意儿。好，出发！啊！该死！快走，快走！电车在这里。啊，只要他还在跑，应该就没问题。我们到了，至少电车还在轨道上。Let's go。啊，拜托，上不去了。真的假的？平安全在拉着，去吧，这里过来，去把妹吧。哎，你还好吗？嗯，一个老妈被抓走，一个老爸被抓走。抱歉把你爸牵扯进来，要是……早知道，别说了，凯特。早知道，去救我妈，代表你可能会失去。哎，我们还没失去任何人，好正向啊！你看，这玩意能走快一点吗？只要平衡全拉着就不行。要转着，要转着。嗯，平衡锤是吧？去。哦，大怒神！啊，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搭蓝索铁路。啊，蓝索什么？蓝索铁路？啊，这是个名词。马可斯说，兽族埋葬地在矿场里面，对吧？可是我们追的抓夺兽，居然是往上，去博物馆的方向，哎。哎，如果谁有更好的计划，我很乐意接受。没有，走走。我没有。好，那我们就继续追。我恨这玩意儿。哦，生存机器的牌子哎，怀念哦。去外面，风涌族，好，我们走。已经帮他取叫风涌，什么时候取的？不是就兽人吗？给你吧，自己都取好名字了，好厉害啊！
妈的，他是我的猎物啊！你干嘛跟我抢？好，解决了，我就是要处决他，你这混账东西！吧什么时候不帮，这个时候帮的特别勤劳，干妈补刀最厉害。嗯，妈的混蛋，射你！就是要挡你，怎么样？是抓夺兽，在那里旧军营旁边，追很久哎，可能是要去高处，往城楼那里。好，那我们也去那里。再声明一次，我还以为我们在找矿场。来了，该死。又是畜生兽！畜生兽，这是妖兽！我靠！轻点！发现巢穴！看，好恐怖！是我的，真的，我可没打算放过你啊！超残忍的，还有一次，还跑跑什么？很抱歉，电仔猪肉就是这样生出来的。打死了！哎西。狙击兵，快找掩护！小心，是狙击兵！逃生出来！推你的地洞去！说得好！接好！杀死一个！很好。妈冲到你面前了，你在躲吗？狗逼！好消息是，只要我们一直发现风涌族，就代表我们走的方向是对的。我们穿过这些军营吧。看到头上的东西吗？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帮我一下。糟糕，别跟我说。不要再跟了好不好？超会跟的这家伙，哦，往哪去了？靠背，上来吗？上来了。滚回你的地洞去！Thank you。没有东西可以捡吗？感觉是这个不喜欢的武器。该死，是猛扑兽！换成猛扑兽了。我靠，又被咬了！救命啊！他压住我了！他压住了。
开啊你！我们这肉皮很厚的，感觉好像穿山甲。要用猛攻杀！好痛，好痛，好痛！干嘛？少了。小心点！又咬我！救命啊！快把他弄走！好烦的。又在咬几次啊？你看。还没结束呢。弹夹一下，过片球弹，是我的了。我很会躲啊你！我靠我靠！我靠！靠背厉害，万里行他妈的！解决了，弟弟，那城楼还有多远？不确定，可是我们会先到那个博物馆。好，希望那里有严格的禁止猛扑兽规定。没有的话，你可以填意见调查表啊。才不嘞，我会直接给管理部门一封作词。这时候还在说什么冷笑话？莫名其妙有一个黑色的洞，什么都没有。JD 上面，你知道该怎么做，追啊！哦，臭人的叫声。该死，又是风涌族。又风涌族了。发现炮塔。炮塔。倒容易啊，马上就到，撑着点。发现哨兵，好，干得该谁？还有几个？发现出身哨，追你的卵夹，他死了。我们上楼去。拿走是没用的。发现哨兵，伸手又来了。知道自己人啊！可恶！哦，俄罗斯干！很好，干！我近距离变兽人变超强，很会反击。好，展开谁？结束了。好，博物馆安全了。去看看，一定有方法出去。该死！又有风涌族从前面攻击我们，用你能找到的任何东西来挡住他们。
后想看一下狂弹风暴也很好玩，好熟啊，狂弹风暴是 Vanquish 吗？我已经忘了 Sega 那一只吗？啊，狂弹风暴不是，是 FPS 的，可以滑梯的那个，那个真的不错，那一只不错，应该是 Xbox 出的，什么 B 开头的。结束了吗？出身手、哦、到处都是靠北，这根本拿不起，我会你的软夹，我会你的软夹，干来的混蛋，这太快了，小心他们进来了、哦、进来了进来了，好快了，超快了，来吧，这东西比较快一点，卡死了，攻击我们，快挡住他们，打这个就不用瞄准，就跟之前那个我需要的爆爆怪一样，变瘦了，你看你 AI 的行为没有太大的变化，真的都一样，只是换个角色皮而已，稍微有点混的感觉，没办法了，看到团队好像不一样，对 ，Bill Storm， 这个我想起来了，哎，来很多只了，够了吧？小心点！死了！有没有？好玩。拿到了。干嘛？我来拍，我来锯，哦，双锯了。哇，真是惨啊！怀念的双锯出现了，这也可以锯，这个也可以锯。啊，乐高锯锯乐，哟西！真是个精彩的展览，不过看来全都结束了。总算，我们快找路出去吧。我要填张意见调查表，这是史上最烂的博物馆，真的。还用你说吗 ？Let's go。那个抓毒兽爬上了这里，所以他一定在附近。知道我在想什么吗？过去经常有观光客，还有家庭。那是我们出生以前很久的事了。没错，可是看看就让这些地方腐朽，然后把所有人关在墙里。不是大家都是。听着，你得记住，我爸雷纳、奥斯卡，甚至吉恩。他们全都走过地狱，像这样的地方只会让我想起那段过去。嗯，现在我们也得在这些地方走过地狱。多姆已经继续了，可惜。开门！哦，干，是什么？新武器，电锯枪。哦，发射。什么鬼玩意？好，拿一下。拿到了。用完就可以丢了。那是城楼，我们进去吧。城楼啊！各位，又有巢穴。解决一个手臂。
刀片大惊喜。用完了，嗯，丢了吧。啊干！我受伤了，躲的位置不好，快点，我要被狙狙了。我欠你一次，谢谢。你没问题啦，搞我！掏出后面手榴弹！啊！都解决了，是我的了。干嘛？才正要聚而已。你很喜欢强怪耶，骚啊！可以来破片手榴弹，捡下。是巢穴。掏出破片手榴弹。危险危险！正是我需要的。知道怎么把吊桥放下来吗？吊桥放下来，一定有方法能降下这玩意。就把它打断就好了嘛，每次都这样不是吗？这里好了，桥降下来了，解决一个，还有一个，每次就是这样子。小心，发现狙击兵。兵，那现在是无双模式，好不好？兽兵，啊，好，我们进城楼去。拿到了，好 ，Let's go。好，抓夺兽，你跑哪去了？找到我们了，有了有了。哎，幸好这门把我们分开了，对吧？这算是运气好吗？哼，还好了。就是那个抓头兽。哇塞，千里迢迢终于跑了，还没完呢，又来了。拜托，我们得快点。是狙击兵。看，这个还是要往前扫一下。回你的巢穴去。收到！注意，他们又来了！走回你的巢穴去！太好！靠！
大的。很好。笨蛋，我们要减轻多少肉？我来送你一发的。交出破片手榴弹。拿到了。啊干！我靠，这边还真的是枪林弹雨。你没问题了。哎呦，我要废去。正是我需要的。还是，至少现在吧。那我们快下去。第三幕第四章无需留情，好吧，我们今天时光就先玩到这边好了。我们的确找到了他们的源头。还有抓夺兽去的地方，还好啦，就是玩起来还是不差，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新鲜感哦、喔。对，但是决定，算我昨天就讲过，用剪刀石头布来决定吧。但是边直播边打这个还蛮爽快，是是倒是还蛮不错。怎么可能有人不会玩剪刀石头布啊？这简单，没错，明天就是VR了啊。有吗？大家可能明天去拿VR回来以后，我明天就来直播。那些 VR 的游戏、可以看一下。十二点的 VR 里，十二点 VR 里没有机子也没有用哦，有游戏片也没办法玩，下载也不好，拿到机子回来才有办法装，才有办法补。OK， 好，我们看完这个动画，再做一个 ending 结束。还好你们一把定输赢。我装备怎么越穿越新的感觉？好 ，OK。计划还是去追抓夺兽，对吧？那我们今天这个日本道明的直播就先到这边了。第三幕的第几章完结？我们到时候再看。OK。好，那感谢大家今天收看，然后明天的话，PlayStation VR 如果到手的时候再跟大家做第一手情报哈。OK，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介绍。好，感谢红酒，还有 Bill 上跟郭某讲，还有国健跟 KTV。K 九上以及头头副机上，还有刚刚有在看我们节目的各位观众们，好，大家早点休息。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下次直播见喽。OK， 明天 VR 直播见。好，晚安，拜拜，拜拜 ，That's me。